这是我们电影社的猫，你不许动。是吗？那它叫什么？多大了？以前怎么没见你养过啊？那我不管，反正依山抱回来就是我们的猫。那依山还是我们创业社的人呢，我说这是我们创业社的猫，不行吗？依山，你给评评理。你们两个连只猫都要抢？哼，就是。来，我们去玩。你咋胳膊肘还往外拐呢？他爱玩就让他玩去呗。你说咱俩是不是应该给他买点猫粮啥的呀？猫粮和猫砂我都已经买了，等快递到了我就可以去拿过来了。啊，那你算我一半钱啊。太好了，有了这只招财猫，咱们的生意一定红红火火。哎，你为啥不把它带回去呢？我娘娘有点洁癖。哦，杨一山，你会拍照吗？你想干嘛？哎，人就跟猫一样，留不住啊。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电影社社长鲁娜。啊，我是依山他们寝室老大关闯。啊，久闻大名，久闻大名。你是？我叫鹿晗。啊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对，这么着，你俩把这个报名表一填，以后就是咱电影社的人了。师兄，人家是来参加活动的，不是来报名的。啊，没事，没事。那这么的，来来来，来欣赏一下我们给你们准备的这个，给我就行。所有恐怖片的经典海报和明信片。哦，这些啊，都是其他恐怖片的明信片。哎，刘小慧、郝佳文是吧？嗯。你俩咋来这么早啊？杨一山在吗？嗯，鲁师兄，我们帮您一起布置吧。行啊，没问题。那你俩在这等会儿啊。嗯。你看呢？来，这箱子里的气球大气筒在里面，等会儿你俩把这个。我来。那行，你们去沙发那儿打呗。那儿呢？那儿。哦，来，我们坐沙发那儿。哎，那你先去吧啊。娘，宿舍我们自己坐。来，这都搬上了。坐这儿。我来。